彰化縣政府在今日頒發獎學金，予彰化縣的570位自強學童佮大學生。縣長表示，教育是彰化縣政府上關心的問題，透過發放獎學金，會當協助需要幫助的學生安心讀書。縣長意義佮得獎的學生來翕相，來表揚因的認真用功。彰化縣為今年開始自強優秀獎學金的金額佮名額是攏增加，而且佮發放的對象向下延伸到各校學童。今年经过评选，有570位优秀的自强儿童得奖。为县长表示，教育一直是彰化县上重要的关注议题，所以透过奖学金的办法，协助自强优秀学生在就学的过程中，会用安心就学，发挥所长。希望能够让比较勇敢的、比较坚强的、比较认真的、优秀的学生都能够获得政府的照顾。所以我们今年。跟以往不一样，就是我们国小要来颁发这个自强优秀同学的奖学金。那我们国中高中的部分我们提高到5000，国小的部分我们也提高到5000，那大专以上的我们就提高到8000。那这样受惠的同学，优秀的同学有500多位。彰化縣各级学校家长协会理事长嘛，感谢县府对教育支持。还是代表我们彰化县所有的学生家长们，这个感恩我们魏县长对教育的高度重视，以及对这个学生学子的这个极致的这个关照，然后让我们的学生这个无这个后顾之忧了。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。彰化縣将自强优秀奖学金的金额佮名额是拢增加，就是希望会用达到教育用心、学生安心的效益。新彰化新闻，白冰人彰化采访报道。